你小子不会是看上斯嘉雪了吧？这可是咱们学校的女神。她家和赫连家族是世交，据说两大家族有联姻的意思。我要和谁来往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你为什么要帮他？你和三兄弟的交易我都看到了，你不觉得这样做有点卑鄙吗？小雪，这位不会是你的？谢爷爷，他只是我在赤霄二中的校友。你为什么救我？生死之间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出面。